天气还不错哎，我们要准备出门啦。他又在修他的城堡。我们今天要去那个商场，我要去剪我的头发，哈哈，我头发现在长得太长了，已经没有什么造型了，我要把它 cut 掉。哼，托比一点都不想让我剪我的头发，但是我就是要剪，不然他每天会掉很多头发，我心情都不好。真的下了车不穿外套就是作死，但是去了商场就会很热，所以不要穿外套。我现在穿的好薄的衣服，好冷啊！我的妈呀，我还没有想好哎，我要剪个什么头发？哎，我也没办法跟他沟通清楚，我要的是什么感觉的，所以随缘吧。把主最好给他看一张图片，我想要什么样子的。哇，这里有个什么活动，哇，好美啊。好可爱的小朋友。远看还以为是真的小娃娃呢，托比说很恐怖的。哇，他这个也太逼真了吧，还有个小房子，老奶奶在里面。嗨，我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一个那么大的小孩子，好美啊，还有圣诞节的小孩子。觉得呢 ？I don't think so. 托比穿这个颜色好不好看？也是个丹麦品牌。Gant， yeah， 哇、哦，好帅呀、啊、，baby 你。哈哈，好多的 logo， 哇哇哇哇哇哇哇。Baby， 你来自哪里？丹麦。丹麦是乐高王国。乐高兰，你多久带我去 logo land？ Maybe 夏天吧。夏天。现在关门了。然后现在关门了吗？所有的关了都关门，冬天都要关门吗？哈、嗯，来到了我的爱冰淇淋，嗨，哈哈，特别给我买了 mix 六个味道的是吗？你对我好好啊，托比，给我买了六个味道。六个味道加在一起，好吃吗？对啊。嗯，嗯，太美味了吧！我们已经预定了剪头发，然后5点才去。我觉得这边剪头发真的超级贵吧，在商场里面，我们订的那一家只是给我剪一下头发，520瑞典币，让我刚看了差不多480-490人民币。我在中国，400多都可以找一个顶级总监给我剪。全国人，有名。好怀念在我的祖国剪头发，100-200都可以找一个超级厉害的人剪。唉，谁叫我的头发现在发质不好了，需要剪了。我的双下巴太恐怖了吧，姐，难过，但是没有办法呀。我们现在要去剪头发了。哈哈，哈哈，我要剪得非常非常短，气死我的 baby。我剪成寸头吧，好吧 ？No， 不可以 ，Sorry， No。那我要剪成什么样子？没关系，反正你不知道。不剪吧。No， 剪头发去了，拜。
想要那种很碎的头发，但我真的不知道碎应该怎么给他解释，我就告诉他我不要太平太直的，但是他说我之后洗了就会好的，是吗？嗯哼，就是不是这个叫什么洗了才好，然后又让他再做了一点点。哎，反正看吧，我觉得以后我真的不想在国外剪头发，而且这个理发师我觉得他不是太厉害的，他剪头发剪的我觉得跟我的水平差不多，我也可以学他那样剪。托比应该会很生气，因为他一直不想让我剪头发。不是别人，你开心就好了。但是你必须需要的。你头发坏的。因为我头发下面太坏了，所以我真的需要剪它的。好的，我跟我的头发相处一会儿，发现我慢慢的接受它了。我来之前还把头发给烫直了，然后他今天给我又吹得很直，所以 maybe 我觉得太板了。不过现在还好。等两天洗了头发之后就会好很多啦、Yes， 嗨大家好，因为马上我要出门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化一下妆。下楼了，托比刚才一直催我，他在这里等我。Hi sir， open the door， 他不给我开门。Nine， OK， baby 到底不想让我进来吧？ Hi， Hi， baby， do you miss me？ Yeah， 亲我一个。Thank you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去宜家了。完美我们到宜家啦，到宜家啦。看现在几点钟啊，刚好到六点，然后呢感觉都没有什么人呢，我感觉现在有点像9-10点的感觉，没有人，人很少。他们吃饭就饭。 baby 我真的觉得我平时还是要化一点妆，看起来好看一点点。 no no，我 baby 一直不喜欢我化妆，他也不喜欢我涂口红，然后以前呢他不知道口红的中文怎么说，但是他大概记得一点点，他就说 baby 你不要涂那个红口口红，他说的红口红口，我说 baby 红口是香港了，我没有涂香港了，他就说 baby 不要涂红口，然后每一次我说 baby 可以亲我一个吗？ no 你有红口。等 Toby。看现在这个点儿，没有什么人，六点钟。因为今天是工作日嘛，所以逛宜家的人也很少，因为他们的人本来就很少。好生气啊！我们本来上一次就问了他，星期一就会有货，我们本来今天就可以过来订好它 ，but 他说又没有货了。然后我们就又要等，这个床真的好翘啊！我的妈呀，生气！我来了三，我们来的，我来了三次了，不开心。反正我亲你一个你就好了，亲一个。那你脸上有红孔了，你看他的脸，好可爱的 candy 呀、软糖，太漂亮了这个包装。托比要给我买一个，哇，10块钱的热狗，好开心啊！看起来好好吃。然后回家再吃点其他的东西，你实在是太完美了，哈哈！给我买了个这个热狗，中间是那个甜菜，红色的，还有那个炒蒜，看起来好香啊。我不要，比上次那个好吃。啊，不是，你吃一口。不要。哇，我皮肤。你还生气了？完美，我感觉。我已经快被我做的这个面香晕啦，还是干拌面，我觉得我们俩最爱吃的就干拌面，上面放了一些这种绿豆芽，还有番茄，然后下面还煮了一些菜，真的很优秀，还有谁可以做出来这么好吃的面，想不出来。
好像只有我吧。哎，莫名的自信。我先吃一口哈，太豪华了，这个菜叶。嗯，我没办法鼓掌了，好烦，因为我没有手。好嘞，太好吃了。嗯，你喝一下，好味，我好了多辣椒，能，好多辣椒，好多辣椒，没关系，我是四川人，我可以吃，我可以吃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北米，你不是四川，你是？我猜，我猜。你是四川的女婿？我是本地的。你是本地的，北米，你给我，我来帮你喝。我不能喝嘛，你哦，我是本地的。哦哟，专业和面，专业和面的师傅，这就是你的专业。呀，我大学就学的这个。真的吗？呀，和面。嗯。可贵了，学这个专业。啊，你可以变成一个和面的员。其实我以前和面员。妹妹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以前都不自己和面的，我在家里吃都是妈他们给我和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和吗？因为我是你妈妈，真伟大，养你这样活着。因为我是你妈妈，真伟大。因为我发现我哪里来的妈妈？因为我发现我自己有个孩子之后，哦，我要照顾他。哇，因为太优秀了吧！哪里来的孩子？就是你。这个是孩子吗？这个是这个孩子。哎，你吃。孩子 ，baby， 我告诉你什么事，这个是孩子。这个是孩子。这个是啊。儿子。老公。这下你完美的老婆给你做的，看这个轻度呀。哦。轻一点呢，你慢慢的。轻点儿哈。呀，轻点儿。嗯。好吃吗 ？Yes。掌声。韩娜呀、yeah, ，Thank you。baby， 你做的都是好吃啊。嗯。